刘老师，您把您的给我。好嘞，哎，就两万。两万，我给您瞧。谢谢导演啊。对，好嘞。两万，来。好，嗯，等一等啊。签字，哎。来。多少？哎，好嘞，刘师傅，你的两万整啊。好嘞。哎，您是多少啊，是吧？两万。两万。哎。现在卖出去就能赚钱。韩会长，现在成交很活跃，市场的吃进能力很强，没有疲软的迹象。您看得真准。嗯。收盘了，如果您预测准确的话，明早开盘您至少可以赚50000块。肯定会赚。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化快。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化快。什么神经？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化快。你还什么神经啊？怎么啦？我高兴。高兴什么呀？说给我听听。不行，明天再跟你说。干嘛呀？明天告诉我。哎呀，过了明天我就能和你结婚了。到时候你要什么样的婚礼，我就给你什么样的婚礼。真的什么都能给你。又在说梦话。怎么叫说梦话？好梦也能成真，不是？到时候雇得100辆小轿车来接你，怎么样？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，你要那么多小轿车往哪儿开啊？管他呢，开着绕城一周再开回来。真是神经病啊。哎，真的，结了婚以后你得给我好好生一个儿子。没死你、哎、那你不生儿子也行，给我生俩女儿。三个女人一块爱我，嫂儿，快起来，几点了还睡呢？哎，听见没有？快起来、我今天不上班。不上班也起，大男人的一身懒肉，上是干啥？几点了你啊？快9点了。嗯。你看你，你看你，一早起来就看电视，现在报告一个样子。本台记者刚刚你不学你哥证券交易中心的。
得到。你看人家一天今天早起晚睡的，净干正经事儿。席卷股票市场，深圳及上海股市行情出现前所未有的大滑坡，狂跌不止。上股综合指数下降到307点，深股指数则仅有79.28，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售，则更加剧了这一狂跌趋势。让我出去了啊！现在不能抛，万一抛出出现反弹怎么办？先生，您的账上只剩17000块钱了。有没有喝了能上头的酒？二锅头有没有？
男人高兴的时候一掷千金，悲伤的时候也都这样。你就当他是百万富翁好了，把他收起来吧。欢迎下次再来。哎，好。啥？回来了？耶，不是。这三月该回来了。一大早看了电视上的股票行情，就慌慌张张的抛了。整天是搞股票，搞股票，还不知道搞个啥名堂。哦，大哥。就是。回来了。先生，先生，我们该下班了。张建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别管我的事儿。怎么，想从这儿跳下去？走。走开！少管我闲事儿啊！走开！建国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哼，你想救我？别费心思。建国。我要不死，公安局也不会放过我，倒不如死了痛快。张建国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活得要有出息，天大的事拿得起放得下，别像个窝囊废，让人瞧不起。建国，到那儿去坐坐，有什么事你可以讲给我听。如果你实在想死的话，
明天再来，好吗？你真傻，哪有像你这样做股票生意的？不赔本才怪呢。梦想一夜间发横财，有可能吗？嗯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反正我是完了。明天到单位，拿不出我是完了。我也就只有去蹲监狱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也凑不起20万，这可是一大笔钱呢。我知道。我该走了。你上哪儿？回家吗？嗯，我哪还有脸回家？我咋向家里人交代？建国，建国，我想我可以替你拿出这笔钱。我给你20万，去还给厂里。你给我20万？是的，我给你20万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不想看见你坐监狱，也不想看见你寻死。你是可怜我？没有。你见过有谁拿出20万块钱去可怜别人？再有钱的人也不会这么做，除非他疯了。那你是要借给我？这钱我一辈子也还不清。我知道，我并不打算要你还。我还要再给你5万块钱，让你还给艳萍，彻底了了你的心愿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被感动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这样好过，处处想着她。建国，你是一个好男人。虽然你现在失败了，但并不能说明你不优秀。况且，有你这样品质的人，的确很难得。可是，你得到这笔钱后，必须跟我结婚。你说什么？我要你离开艳萍，做我的丈夫。这不可能！我宁可去坐牢。那我也就没办法了。也许你认为我是在趁人之危，我承认。但这也算是我向你求婚。只不过是方式过于残酷了点儿。我知道艳萍跟你有感情，但是我有钱，而现在只有钱才能救你。你考虑一下，今天晚上就住我这儿，我明天来找你。
我嫁给建国，做你们张家的儿媳。等咱长大了，我要挣好多好多的钱，雇十辆这样的车来娶你。我知道艳萍跟你有感情，但是我有钱，而现在只有钱才能救你。我长大了，不当道别人。建国，建国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对不起，建国，我不想伤害你。不，你是在救我。我考虑清楚了，你把钱带来了吗？我和你结婚。建国，我需要钱，你给我钱，我和你结婚。这算是咋回事吗？啊，小时候那么大个人还会跑丢了，你们赶快想个办法嘛！到处都找了也找不见，想啥办法呀？我到证券公司去了好几回都没找着，大哥到小三儿单位去了。仁义，哎呀，婶儿别着急，小三儿都是大人了，一两天不回来没事儿。哎，你不是说股市下跌了吗？啊，可能小三儿亏了点钱，上外边散散心。咦，我的老天爷，可能小三想不通出事了。哎呀，你别说这些丧气话，真是的。你是张建国的哥哥？嗯。哎，他现在在哪儿？他已经两天没回家了，所以我才来找他。什么？他不在家？嗯。哎，他可闯下大祸了。他把我们全所的集资房款拿走了，我们还在找他呢。你看看，有多少钱？二十万，全是大伙多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。他怎么就敢？如果他今天再不露面，我可就要报警了，让公安处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主任，你先别急，等找到他再说。等等。再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要是找不着他，让我怎么向大伙交代呢？我现在就去找他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让他把钱给你送回来。哎，好好好，快快快快快啊！主任，张建国回来了。什么？张建国回来了。他人在哪儿？钱带回来没有？在财务处呢，把钱交了。哎呀，这走。哎呀，这个张建国呀，这边能折腾死。先生，三儿呢？三儿，我给你们领回来了。
三儿，你咋了？头发都全白了，到底出啥事了？燕萍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我没办法，燕萍，要么去坐牢，要么和赵丽丽结婚，我只能选一条路。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是真的，我也后悔，但这没用。建国，你为什么要去炒股？你为什么要挪用公款？你糊涂！我想挣钱。难道钱就那么重要？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不在乎。我只在乎你，我只想和你结婚。别哭了，燕萍，我是在铤而走险，我梦想着发财，可失败了，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这都是为什么？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受苦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什么都不在乎，我只在乎你。可我在乎，我要让你幸福。做不到这一点，宁可放弃。建国，我们俩从小就要好，可是你从来就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我幸福。这些年来，我欠你太多，我一直对不起你。燕萍，可我确实爱你，你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女人。现在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。求你原谅我，从今往后
你就当我死了。天哥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我求你了。别这样，天哥。我的事儿，哥跟你们都说了吗？爹，娘，你们别怨我。人活到这份上，也就没什么志气可言了。我得和赵丽丽结婚。你们打我、骂我都行。三儿，你咋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？我对不起艳萍，对不起你。可现在只能这样。三儿，咱们还那钱。那是气话，爹。咱拿什么还？也许我这条命还不值25万。我只当把自己给卖了，能有这个价儿，我认了。三儿，娘儿，三儿。小三儿，他走了。这是他还你的钱。这个混蛋！建国还会回来的，他还要来娶我。建国说他要去挣钱，等他有了25万还给了赵丽丽，他还会回来。我等他，我爱建国。不管他做什么，我都能够原谅。等他5年、10年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哥。我家吃的饭，风儿吹不开，女儿寂寞了。
你打算在这儿坐一夜吗？我有点累，我想在这儿歇会儿。洗澡水已经放好了，卫生间里有我给你买的睡衣，不知道合不合适。